教师节限定，谁没听过？等考上大学，你们就轻松了。这道题我讲过没？讲过了，那看看你写的是啥玩意儿。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这是一道送分题，这道题你们在下面自由讨论5分钟。刚才是谁在说话？你这么能说，怎么不上讲台来说？这道题我讲了多少遍了？我们再花2分钟把这道题讲完。